青梅竹马 ，Hello。可以可以，大家请稍等我一下，我去装个水。大家晚安，德秋晚安，大姐晚安，小孙晚安 ，John 晚安 ，Rock 晚安 ，Domo 晚安，双眼晚安，夜幽风晚安，明晶晚安，一来就给我看魔剧，我跟你们说，柠檬晚安，我跟你们说，我跟你们说，我跟你们说，我忘记今天要直播，因为我原本这礼拜是。明天直播，可是我改时间改成今天，因为我本来明天要去那个弄头发，结果呢我就改成今天，然后可是我在我的那个行事历上面没有改到要今天直播，然后我当下就很开心的在收我的房间，收完我的房间之后，我就很开心在那边看剧吃我的晚餐，结果妈妈说你是今天播没错啊，因为她刚刚还有来跟我确认说我是不是。今天播，他说你今天不是要直播吗？然后呢，我就说不是不是，我是明天播。那我要去洗澡了，对不起。然后呢，我就很开心，我就去我那个客厅看电视这样。然后妈说你是今天直播啊，官网是这样写。然后呢，我就说啊，然后呢我就去看，我就说完蛋，我是今天播。我就赶快来开播了。然后我还得洗好澡，然后很开开心心的，啊，很烦呢、欸。这样我就是不是该化妆啊？嘉树晚安，小猪耳朵晚安，黑流星晚安 ，Davy 嗡嗡晚安，明丽晚安 ，Simon 晚安，大家我错了，罚你今天一直撒娇。嗯，对不起，我错了。你刚刚说收房间对，底妆就好啦。可是我好懒，他说很素啊，好了啊，很素哎、欸，很讨厌哎。给你们看我的房间，我真的收的蛮干净的。这次，我先，我的晚餐放在旁边，还好，怎么还好？而且我还忘记开灯哎、欸，等一下。反正完全没其他的感觉，这你们是不是看不到？是不是太高？有身边这样的果果我可以吗？青梅竹马，我没有办法，就是原来是素的，真的吗？怎么嘴巴这么甜？周晚安，戴戴晚安，店长晚安。哦，这是不是？我昨天实在很想吐槽，为什么很冷哎、欸？昨天星空的错误，对呀、啊，一直被洗。就是呢，我把我的怎么看你们怎么看，我把我的这边都收干净，很棒吧？那、啊、我的晚餐还在那边，佳佳。而且我给你们看哦，等我一下，我拿下来好了。我没有把，哎，等一下，我没有把我的。收好的地方弄乱了，抽屉呢？地上我知道很冷，但是怎么穿大妈衣？哪有大妈运动装啊？没有吧？很运动装，因为要跳舞啊。对啊，我的晚餐还在这，给你们看，给你们看，是干净的吧？是干净的吧？哎，这里。我刚刚的。
是干净的房间。这是我刚刚脱下来的衣服了。对，两三个月你一次只能撑两三天，看你吃饭我也吃饭。好，我要先跟你们分享我的柜子。又是棉裤吗？对呀，没错，是棉裤，修复的棉裤跟新买的 T 恤。你看我还是放的整整齐齐的，有整齐吧。真的是一堆那个，哎，好好笑哦，好奇怪，在这边那个赖吧。而且我还点了小蜡烛，那件脱下来卖6000块，有狗在看你。这个不是 Louis， 这不是呀，衣服。是不是又我没有？我看看，放好。好的，不要。对呀，是 IKEA 的蜡烛。不是啊，这个其实已经用完了。这里面是那个，是我不知道是什么蜡烛。身上那件6000买，你说卖你们吗？我买它买了，可以讲吗？2000块。还没跟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看我，我都有看到你们哦。而且这次，对呀，这件2000。脱下来，谢谢你们这次来看我们。而且好多股 Justin Bieber， 对呀，要标价买下来。他是说那件绿色脱下来。我是说这一件脱下来，视力真好呀！你是后面跟我挥挥手的那个对吧？我应该没有认错吧？吃饭前，嗯，好的好的。而且这次就是你们都坐左侧，不用不是全部的你们啦，很多你们都坐，很多你们坐在。我在左边就看到艾瑞克，然后小生跟团宝宝，没办法去，不过有看到艾瑞克的照片。你这就是跟出家人出去的对吧？果果就是在。大家有没有买到4月的票啊？听说很难抢耶。最美的趴着草莓酱，草莓酱，你这次也坐在左，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你，你有来吗？超难抢，我一组都没抢到。我很好奇耶，就是一次不是只能抢一组吗？但是这样子你们是要怎么抢啊？就是你们这样怎么抢到？就是假如说你们想要看三组。就有房客啊，那边有是妈咪。就是你们想要抢三组的话，这样是要怎么抢啊？比手速哦，看他们有没有多强哦。有，抢了一组。你抢到了我们的吗？妈咪很难过，到底要叫你什么？菲菲很难过，还好他没抢到。一组一组抢啊！嗯，我喝到你的了。嗯哼。
好的，拿去。难怪我小时候怎么会加那么多冰？我不是点小冰，你可以吃冰哦。那对啊。哇，我点微冰哦。有买到四月的。嗯。我是跟其他粉丝买的啊，有买到吗？那就太好了。在国外抢了也没用啊！你在国外哦，领主 ，Hello 豆奶，你会看，你会来看四月的 reset 吗？用心抢 ，Hello 代代，我是说三组都抢到哦， oh, 还敢喝冰的，是国妈的声音。你刚刚说，哦，你说三组抢了一组，你三组都抢到是吗，猪猪？周周收不到，好吧。我每次都很用力的看你们，很努力的想要看到你们。天哪，我今天真的长得好素啊！我是手快，这拳就晃到店员，以为我要告。我做家事，好的好的，是不是机台比较好抢啊？哎，我应该要插这个的。嗯，在哪里啊？网页版的越来越，尤其是这次根本是底，就是听说有点卡。我终于跟到直播，欢迎你，欢迎。Hello 玉超 ，Hello 水坠水锤 ，Hello 樱桃猫，你都要抢到，你是怎么抢到的？橘樱草都有吧？嗯，远征却全家了，很厉害耶。线上刷卡会刷到都不见，怎么一直不见？网页没有不卡过啊？是不是因为相信他们机台才赢现场？哦哦，是这样子，网页12:02全部售完。这样子是蛮开心的哎、欸、！Oh my， 我的天啊！我心想，我决定我要遮一下我的眼睛，我看看不下去了。线上一定会卡哦！话费那边，果然我没有浪费时间抢是对，你是不是？哎，你有看过 reset 吗？我忘记了。我记得你有来过对吧？有吗？还是没有啊？有跟过一场。嗯，谢谢你们来看我，但不是局主。哦，是哦，不是吗？我怎么记得？还是你是跟我说过你有看过一场，之前讲过。谢谢你们来，谢谢你们来讲，要讲100遍。昨天是坐在中间倒数第二排呀、啊，就是你昨天是穿白穿，是穿我的，我不知道你穿什么衣服哎、欸，可是我有看到你很用力在跟我挥手，最后的时候是你吗？我有点没有看清楚脸，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跟我打招呼啊，因为我要往后
我也往后面看，就看过一次啊。哦，是音主的。你们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你们吃饭？好好好，你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你们说，就是叫请你们帮我加油的是那一次，四月会摄影组，哦，四月会去，那太好了，四月见。Hello， 一笑笑，笑笑今天超爆好看。Hello， 艾瑞克。我记得还没有你的样子哦，是吗？手举自拍要穿黑色衣服啊。后排有，我好像记得。哇，我被抢先，嘿嘿。谢谢黑流星的文手礼。哎，我是不是上了那个遮瑕没擦呀？所以那个是什么？还不能公布的事情啦，是还不能公布的事情。这几天会慢慢丢照片。好的，新机灵的孩子，还不能跟你们公布。那你还问还顺利吗？不能公布没关系，我就等惊喜。不过就是没有惊喜，因为我突然想到，公布过我的体重吗？不是，我跟你们说我变瘦了吗？我超级无言的，太难过了。我原本好不容易胖到快50，我的就是努力就是终于有成效了，大家都戴口罩认不出来是正常的啊。嗯，冲上50大惊喜。对，我原本快要冲上50了，结果呢，我前几天量体重，我直接掉到46，我直接掉到46，我直接就是觉得哇，我怎么了吗？其实我明明就吃很多，你还能变瘦？可能是因为那量的那一天我啊，还没跟你们说，我都忘记了，就是我不是跟你们说我喝坏掉的牛奶吗？结果我那天半夜拉肚子，拉完肚子隔一天就量体重，所以应该是拉肚子的关系。的确没有长到。嗯，晚安阿哲，可能需要身高变高吗？我真的不知道，我的黑眼圈是不是没有遮好啊？为什么这成员会变瘦？原来是牛奶的锅。对啊，就是牛奶的锅，就跟你说不能用这招。就不用慌，大家都超羡慕你的吧。就是可是我觉得想变胖的胖不起来。对啊，不一样的困扰。这是我想要喝牛奶这个方法可以推荐给你。不行啦，我觉得果果公式非常凌厉啊，好奢侈的困扰。我觉得狗狗体重量体重时有一堆杀人的目光，好奢侈的困扰。我刚刚要说什么？哦，某某，我觉得如果我其实很想要在那个祖祖那一题就放弃，你们也知道，就是我每次什么有什么服装问题都会问祖祖。不要喝牛奶了。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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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掉一点点。反正完全没其他的感觉。果
果果喝牛奶会拉肚子，不是，是因为我喝坏掉的牛奶。谁喝坏掉的牛奶不会拉肚子？可以告诉我。每个人都被你握爆，有吗？我握，啊、有吗？是过期的。你也太有才，就是我喝完之后，我才发现它是，就是看，我就喝完之后，它的味道有一点点变得像 cheese 的味道了。我就想说，我就是看一下那日期，然后结果就哎，现在肚子好了啦。你握好大力还不放，又要落乳。它没有坏到那么严重，就是有一点点，已经就是往坏掉那边去了，很用力，真的，会不会太用力啊？那肯定是坏掉了，可是又没有臭臭酸酸那样。你现在就在医院蹲点，有用力吗？没有吗？有吗？用夏目想看我，我回台南还去看骨科才怪。Hello 小白兔，味道不正常就是坏掉了啊。Hello 板兔，好嘛，可是我只喝了一口，我真的只喝了一口。握到我的脸，造谣，你造谣。反正在肚子就是坏掉的，乳酸菌。我要把我的，上次我被握着不放，就是面面跟诗一样，哎嘿嘿。没事没事，可以再用力一点，下次直接把你抓过来。大家觉得这次的公演怎么样？下次直接踩好了。用脚握，安安呀，坤坤，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今天忘记，好想跟你们讲分享那个事情，很棒啊，但是又超时了，100分，我想过了，请狗狗踩我 ，Hello 季风亮。抓过去可以先不用，怕旁边会有人想打我。反正完全没其他的感觉。不过不是好消息，是好消息又不是好消息啊。我是不是很喜欢折磨你们呀？高跟鞋打下去就不用了，我没有啊。要踩的话，下次请狗狗穿很天高。你很坏心，是很想要赶快跟你们分享。狗狗，我有穿拼图，那个就是高跟鞋呀。Hello Jack，
我国穿的鞋没有很高啊。合照会我穿的鞋好像，我如果练习，我觉得我前面四首应该会有一点困难，但其他的我也不知道哎。拼图那个高跟很高哈，厚底。对啊，我穿厚，我连穿那个球鞋都会有一点点高了。深鞋啊？不是啊，拼图 48。反正完全没其他的感觉，就身边青梅竹马的依偎，不是太特别。是我更珍惜。转完会不会晕啊？可是说我，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跳。我要先忙了。好的，好的，九九拜拜，九九拜拜。再一首一首，希望老师会给我排咯。就在那其他成员，对呀、啊，他们那时候第一，就是他们那时候第一次表演的时候，也有讲说前面四首真的很累，很喘，跳完。别太勉强。好的，会不会穿？我也想在白色，但主要还是要看公司。你的鼻血，引擎发动，拜拜！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忙了吗？我就是。突然发现 Tiger 也慢慢变成猫了，它已经变成猫了啦。突然觉得它变好多。很喜欢，对呀、啊、真的很喜欢那只老鼠小笨蛋。困。好的好的，快去睡觉吧。晚安。不是我啦。咦，我要说就是。突然发现七哥好像长大了耶，他最近好喜欢跳到很高很高的地方，就他之前不会，就是门上面，超级莫名其妙。感觉叫声也不一样啊，
但是姐姐说她觉得还是一样，但我觉得变，你变不一样。Tika 以前会用很奶的声音叫，现在好像不会了。你昨天上班，对啊，我之前好像有发过。所以你刚刚48是要说啥？你说消息的事情吗？还是 Tika 的事情？力量力而为，好的，谢谢哦，没事。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什么？我一拿到手机 ，Hello， 谢谢你呀、啊。为什么今天有手机？是不是偷偷拿来的？你我也长大了，我现在也会啊，大剑这样吧，大剑要吗？德全，哈喽，奶冻卷。但我有鸡皮疙瘩。德全，因为我们的什么？是不是大家跑掉了？你们去哪里了？你们说。Hello， 晚安。果果这种声音真恐怖，什么几个意思？哪里恐怖？哈？明明这是可爱，我喜欢，我还在只是在洗碗。好的好的，才不告诉你，人还在嫁娶，跟祖祖相比，德全，德全。Hello， 小叶，你好。没办法，为什么会怕？你好奇怪哦，为什么会怕德全？你是奇怪的人吗？你是奇怪的猫吗 ，Tiger？ 什么声音？我刚刚说，我刚刚用这个声音叫，就是。
来动拳，这样这样哪有可怕？他说我很可怕。你会不会洗？我还没吃饭呢。对啊，不会啦，我画很快，我快要结束了，我随便画一画而已，随便画一画，然后画这么久。哈，哎，你们很坏！Hello， 机长。为什么很可怕？你们是坏蛋吧？有看到吗？啊，看到什么？我买了你的应援扇。你坐在哪里呀？这种我是结束之后有看到你。Hello， 团宝宝，我就坏才会怕。谢谢团宝宝，团宝宝，我问你哦，我现在叫你，然后看你觉得怎么样？团宝宝，你觉得很恐怖吗？不会的，你看吧，你有看到我真的假的？我结束之后有看，哎，是吗？那是你吧？我认错了吗？你看吧，你也是哦。可以这样叫我上庭，花了半小时，还没有花了20分钟，大概10分钟吧。我开播10分钟。我10分开播的，然后大概飙10分，好吧，不知道。这样叫明明就很可爱，很甜呐、啊，感觉会出事。什么时候变这个名词？你穿越到礼拜六来看我，我去看草组，礼拜天没去。啊，那是谁啊？我看到你，我真的是，对不起，怎么很可爱啊？接下来就是爸爸，我要买这个玩具，果果浴室的名字，因为那个团宝宝第一次进来的时候，他的头贴是一个饭团，可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就说你好饭团，然后饭团，我从此之后就叫他饭团。对不起，耳机酱。那个绑马尾的女生是谁啊？下次我都在山顶，不奢求被看到。你有跟我挥手吗？是我帮那个人 Q， 对不起，帮那个人，对不起。哦哦 ，Hello， 建古，晚上好。有比大爱心啦，哎，就是你跟我挥手那个啦，柏林推是吗？其实是我的。画出来的结果是你以为，才不是嘞，乱讲。原来有看到，怕。
因为我都会看特别跟山顶的大家打招呼，下次我再努力邀果果。有我看到你坐在中间，对不对？比较前面的中间，对吧？那个被果果认错粉丝，耳机奖。那你下次介绍的时候，你再好好跟我讲介绍一次，你可以吗？我记错了吗？这样我应该就不会被看到了吧？什么意思？我的荷包君真的会出事。我会很努力的看你们每一个人。有啊，国妈有去。我很努力的找到你们的每一个人，但是我有时候有一点就是，有时候有点笨蛋。我坐在侧排喊果果，右边侧排吗？我的右边。摄影组没有看到你，但我是礼拜六买的。你说你们是礼拜六去的 ？Hello John。感觉国爸国妈蛮厉害的，要认人真的也是有难度。我礼拜天有标记，不是啊，我有看到你的那个，你说，哎，你说你没有来。没想到果果认得出我，嘿！下次我带女友是谁？太好笑了，我也有去。啊！你是说真的吗？耳机酱，你是说真的吗？白痴哦！你说你有去吗？真的，美的灯光感觉你们看我们超过一定距应该认不出。如果认真看的话看得出来，就是我有时候会这样遮，因为那个灯打下来的话看过去是黑黑的，但是如果这样遮的话，你这样遮太阳你就看得到前面。能让果果追梦。对呀，我其实每次都很谢谢我的爸爸妈妈，尤其是我的爸爸，尤其是我的妈妈跟姐姐。我只去礼拜六朝组啊。什么？我礼拜天有去，你有看到我吗？我就说我只去了。什么东西？什么？我？为什么好像你到底有没有去啊？我礼拜天没去。是我记错名字吗？所以耳机没到就对了。我是在刷睫毛吗？天哪，我在刷睫毛，只是想跟你分享扇子。我有特别注意你，可是我觉得我这次没有，因为那时候就是我比较想要用凶一点的表情，但是我好像不知道我有没有比较，不知道我有没有凶。老师说我是苦情派的，我就想说那我凶一点，好像感觉凶一点也不错，可是我好像都比较就是不是凶凶派的。就发现你记错人，这次应该没跳错了，没有，有小小的手慌张，但是没有跳错。谢谢耳机奖的小浪花，因为我出去的时候，我有看到一个绑马尾的女生，然后有来跟我握手过。
我以为是耳机脚。我到拼图才看到你，对啊，因为我拼图才出来。那我下次去 Daisy 的，好呀。我怎么就这样刷起了睫毛？天哪，怎么会这样呢？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去了再说，我没去。四月期待，好的。不要欺负我。等一下很难，其实不会很难卸啊，只是我画睫毛画很久哎，而且我还吃我的晚餐，它还凉掉了。没有没有，我到拼图才出来，还好还好。好感动，早知道不要戳破。哦，不要吃口红的吃饭吧。等你画完，我都要去追剧了。还没啦，我今天会追乖乖关播。我坐门口至少对我们来说很准。你说下班之后吗？你已经没有信用了，好吧，我知道。我今天会努力提早下播，不是提早下播，努力关播。我下班，好的好的，我看瑞克照片你都进去了，还来跟我们互动，我看照片都快爽翻天，想跟你们说拜拜。艾瑞克应该更开心，因为我每次都很谢谢你们，就是还特别，我们这么早集合哎，就是我们这么早就要到乌梅，然后你们还那么早去等我们，我都好开心。可是我早上的时候因为没有化妆，所以我赶快跑进去了，十点也无所谓。真的吗？没有，其实只是因为我想去追剧而已，拍到最后一刻，谢谢你们。舒服味，是舒服味吗？还是什么？没关系啊，还是有拍到。对啊，然后姐姐还有也有看到，姐姐就是因为你们不是有发吗？姐姐就笑，她就传，她就传说，好好笑，你太肿了吧，哈哈哈哈哈哈，超坏的。她说，很丑哎，我怎么早上长那样啊？下班真的是拍到门关起来。我还有看到阿翔，有早上看回放影片，就是刚睡醒的样子。我真的是刚睡醒，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调错闹钟。我们几点要集合？我调成集合的前十五分钟，因为我本来是，我通常都是提早两个小时起床化妆。然后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闹钟直接就是。不是，而且重点是我没有听到闹钟，我起来就是我想说我的闹钟怎么没响，还是我没听到，就很紧张，我就去看我的闹钟，然后它是调
几点45分，然后我想说怎么会这样，然后那时候起床40分，我就赶快飞出门了，刚睡醒的，我真的是飞奔出门，天哪，还好没吃到。而且我那天因为我想说早点睡，我那天好像8点就上床了，我8点就睡着，结果睡到12点就起，对，睡到10点起床，因为有点饿，我就吃完东西，吃完东西呢，大概12点我就躺回床上，然后可是我睡不着，我可能太亢奋还是怎么样，离开一下，好的，难怪穿大妈，哪有大妈运动服呀，嗯，然后。而且因为跳舞啊，我就想说要彩排啦，我就想说，哎，怎么逻辑通？我刚才讲什么？因为要彩排，我就想说穿一点。什么多啊？我在想睡觉，我3点才睡着，最后直接搭计程车，辛苦荷包君了。然后很好笑，我到那个蜘蛛那一套的时候。结果发现到玩的是大妈装，甩手刚踩的，睡睡不着，不知道可能是那个可能以为我在睡午觉，可能又可以再撑一下，因为我8点睡到10点，嗯哼，会出这种包。然后呢，我在读蜘蛛的时候，不小心，我真的是。我在听那个，我在回顾一下那个跳舞，然后就把手机放在前面，然后呢我就这样撑着我的头，然后呢我就睡着了，我睡着到我听到那个白色情人节的音乐好像已经播到一半了，然后呢我就跳起来，然后呢转身的时候我的头发这样飞跟在前面，我就很紧张，就快点用那个离子夹把我的头发夹好，怎么会这样啊？我想要再热一下我的饭，怎么那么甜？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睡着了、欸、而且我记得我上一秒就是还是醒着的，我真的很，就是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很，人家很不好。以后绝对不会睡着了。天狗好难听哦。我可不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今天收房间然后收的垃圾多大一袋，好的，我还有你知道阿翔，我那时候巴士要走的时候，因为你站在比较出口那边，
我就在门口这样跟你嗨，可是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看不到里面，所以就没有看到我。我就这样跟你嗨，没有必要这样子吧？都是什么？是虾皮吗？什么虾皮？50收，其实都是一堆那个。很多位，虽然果果你是，但是没必要跟我说那么。都是一些干净的东西啊，真的是不想去你家。不是，是因为我顺便把一些就是我用不到的东西丢掉了。我回来了，对不起。这是很好，好像国霸的公司比较舒适，你知道国霸家吗？你看，这是被套，好喽。这是被套哦。哦，好好看哦。那，宝宝，在吐吗？他有时候不知道是吃太多还是怎么，他刚刚吐了那个他的鸡肉跟。饲料出来。我没有喂他吃罐罐的，我可没有。我也没有。我可没有。我也没有。就是你。没有，真的没有喂啊。怎么会这样啊？他就是要吃太多。他可是他不会吃他的饲料。他是不是吃点猫草会好一点，还是猫布？连猫草都阵亡。是你啊。连猫草阵亡。不是，我记得猫薄荷是让它开心用的，不是蠕动肠胃用的。Hello， 大家，我回来了。我现在那个惊魂未定，是这样用吗？惊魂未定当中。吃不下的。我先吃口饭，对不起大家。
晚上好。猫咪有时候吐是正常的，对不对？我的主子天天都在床上，听说是，可是猫猫不是。我说什么？猫猫不是不会乱上厕所吗？我还没看过 Tiger 乱上厕所。你说有时候乱尿尿是故意的，还是乱吐？啊！我的破布露出来了。你们在看我吃饭呢。嗨，尤西恩，晚上好。你们有两个男的，你说猫猫吗？之前也会 ，Tiger 刚来的时候，布布每天上厕所在我房间，酝酿情绪。大家有没有买公园护照呀？我觉得好可爱哦。还是 PP 护照还是公园护照？公园护照，你们有吗？偷拍绿的，哦，真的呀！慢慢撤盖章树。你好，继续远推。要值多少啊？
我还剩最后一口，我快吃完。不能送海味，好像是这样子没错。你可以请在台湾的大家帮你啊，可以吗？还是不行？就是没有认识台湾的粉丝们之类的，再帮你寄过去之类的，可以这样子。发呆，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放空哎。没有啊，我自己做，我都做那个前面的位置，因为我怕我有点很容易晕车。对啊，我通常都做那个单人的，然后坐最前面，因为我真的超怕晕车的。不是最前面的，不是司机旁边的，可是是前面的位置。食物场要一年了，一年要四个月，三个月。为什么？是啊，晕车都。三年内，不喜欢。你一定最喜欢踩刹车了，刚刚入坑没多久。你好萌新，欢迎加入。哦，做好有三组一场哦，那可以去外面排队吗？就是想要跟你看的话也去排队，还是他是要看票的？我先把饭饭拿出去，不然我怕那个狗狗会吃。妈咪，你来我房间。看票券哦，他就很想给我，我想给你，我想要你。你们不觉得有些
公车很就是很晃吗？就是有分呢、欸，就是真的有分呢、欸，就是。你有想看这个还是背套？就是有些班次的车很晃，然后有一些就蛮稳的，对不对？游览车也很多，什么意思啊 ？Bus？ 那个游览车？啊，那两双层巴士哦。没有，那是新加坡。有呀，你们不知道有？我们不是，我们有啊。台湾之前是不是有双层巴士？观光巴士，我看那是观光客。啊，对啊。啊，所以新加坡的是不是观光就有双层？啊，对哦。对哈、哦，你这么对哈、哦，新加坡的公车都是两层楼的，两层楼，对啊，都是两层楼的。你还要在这边散发它的味道，请你不要在这边散发你的味道。你们不是也有坐过？你怎么知道？台湾在1990年都有过两层，真的呀。用车型号司机控制方法哦，客运才更慌哦，我的天啊，客运我现在想到就已经开始头晕了，好可怕，噩梦哎、欸，客运是噩梦，我现在想到我都已经可以闻到那个客那个巴士的味道，然后那个晕到不行的感觉 ，Oh my Jesus， smells so good， 马上睡觉，对。游览车车身高，所以比公车晃。哦，有专业人士帮我解答了。幻影战士，幻影巴士，幻影巴士。我在香港搭机场巴士就是双层的哦。再不收，有啊，我坐在床铺底下。哎，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你们知道那个蛤蟆鼠？不是蛤蟆鼠席啊，某某鼠席，之前不是有出活动吗？就是抽限量的玩具的那个活动的那个，那个 dish。双多数用双层，如现在台湾用单层会被投诉。台湾用单层会被投诉。对对对，什么什么狼的。然后呢，我因为姐姐很喜欢那个剧，然后呢，她就去抽，结果呢，她就抽到了耶！你看，超可爱的。香港现在的巴士不好坐也不好开，感觉开巴士本身就很真的很困难，因为很大。对，鬼女，我等一下要发上，我可以发吗？不知道可不可以发哎、欸。姐姐欧洲人这么厉害，对啊，我一直那个尝试建议他去卖掉，我姐姐的卖掉可以赚很多哎。巴士很易开，连接车才知道。连接车是哪一种车车？什么连接车？什么连接车？我以为。
以后就叫你幻影巴士了。卡车哦，货柜车，联卡，你有开过联结车哦？那种都要考执照的不是吗？带两节的，感觉开那种很长的巴士就很像你背了一个很厚很胖的包包，然后你转弯的时候都会不小心撞到人，因为你不知道你还背着那个包包那种感觉。我以前就连接车司机，好厉害哦。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讲话好白痴哦。所以你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才开始开巴士、开公车。你看，大家都被你吓跑了，大家都被后海巴士吓跑了。我想要再买好多好多蜡烛，好香哦，好喜欢哦。颜色真是太红了。果果在学的时候有做兼职吗？之前有做过。后来就没有了。我想要问你们一个问题，那我走了大家就回来。不要，我想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人家不是都说什么喝果汁不好，因为就是你知道吗，你都把什么东西炸掉之类的。你现在就在兼职啊？对耶，我现在就在兼职。有道理。 Hello 店长，跑去哪里？自己打的果汁不会把水果炸？对啊，因为就是很多报道不是都说什么你这样子就把什么营养都没了还是什么的，然后什么就是榨成果汁就跟饮料一样不健康之类的。可是我就很好奇啊，你吃下肚不就也是汁吗？有什么不一样？滴答。还是他们是说外面榨的果汁都很加很多糖之类的？有些营养在果肉啊，可是你咬一咬不就也是榨果汁的意思吗？那是大约左手我吗？你说我吗？果肉纤哦纤维，是因为纤维的关系吗？因为我最近好爱喝果汁哦，只是少了一些营养。可是好像就是你知道吗，很多报道都写得好可怕，用慢磨机炸的可以保留纤维。哦，真的假的？嗯，
我要搜寻蜡烛，想买蜡烛。谢谢柠檬的冰淇，为什么要送我冰淇？你都可以喝，不要喝牛奶就。原本吃一个才有100%，果汁大概生气哦，是这样子吗？现在高一想做兼职，之后想不到做什么，不要把渣滤掉。哦，是这样子哦，所以那些渣就是那些纤维。想做兼职，现在做兼职不都可以去什么服装店啊，或者是便利商店，或者是。或者是做那个餐厅的，我之前做过餐厅，当服务生，很好玩的经验。不要是便利商店的果子应该都好。B B，你那个蜡烛是什么牌子的？哦，我看到了 ，Yankee Candle。很多营养素榨之后就容易氧化，餐厅还好吗？餐厅很好的，对，餐厅真的很辛苦哎。我以前最喜欢扫厕所，不知道为什么。哎，好想要。不过现在那间餐厅真是不见了。我很担心餐厅了，很好，没什么问题，好吗？已经不见了，消失了吗？倒闭了，不倒闭就关掉了这样。餐饮业很辛苦，是真的挺辛苦的，就是，包就是，酱酱酿酿。不过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不是做每天啊，然后也没有时数那么长，所以我是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但是要就是。做很长时速的话应该就很累吧，我要煮茶，老板辛苦了，一站就对，最好主要是站很久那个脚。你那么你有没有 serve 客人过期的牛奶？ No I'm not。不过我有，我好像跟你们分享过这个故事哎，就是我有跑错桌过，就是我要帮左边的客人点餐，结果我问右边的客人要什么，然后呢，那个右边的客人就很问号的看着我，然后他们在吃着他们的餐点，好像跟你们分享过这个故事。不能休礼拜六日。嗯，老板辛苦了，嗯，坏蛋，哎呦 ，Some people 什么唱来着？以为果果开个必拉牛奶专，还是我以后开一个什么减肥牛奶专店？不就是 yogurt 吗？这很果果，我记得我跟你们分享过啊。我没有跟你们分享过这个故事吗？什么声音？好可怕！我又在化妆，呵呵呵呵。好天，果然是呆果。因为那时候我在送餐，然后呢，
这是这桌客人，这是这桌客人。然后呢，我在这，然后呢，我在帮他，是帮这桌送餐吧。他这桌说要点餐，我就好了好了，等一下，还是我在收别人的餐啊之类的，我就先收了一下，再去帮他点餐。然后就赶快跑过去，跑过去的时候呢，就很急，然后呢，我就看菜单，因为我写就是。我要很认真听人家讲话，然后呢，我就赶快跑过去说：“你好，请问你要吃什么？”然后我就很认真看着那个菜单，然后大概过了一秒钟，我抬头看，然后发现他们桌上已经有食物了。然后呢，后那个哥，因为我就是这两桌嘛，然后呢，我是背对这要点餐的这一桌，然后面对这一桌，然后呢，我后来转过去，然后呢，那个两个要点餐的小姐这样看着我。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太好笑。兼职的话就没钱支持，谢谢你们。哟，好感动。现在聊啥？现在在聊你去哪里了？去洗澡了吗？你不见了吗？果然有果果风格，不意外。我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件事情。你现在连洗澡卡都不发了吗？我回男人。晚安呀，家住。我回来了 ，Hello， 你去哪了？你有不见吗？你没有不见吧？你们去，你开播前我就洗好。那你去哪了？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截图。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就是那一天远端就电脑，哦，辛苦啦。你刚刚挂听有版图，我那天在跳梦之中的时候有那个震震震，又往下的时候就下去地板那个，我彩排的时候不小心敲到我的膝盖。如果正式表演当天我也又撞到，然后呢超级痛的，因为已经淤青了，然后你再撞到它根本是双重攻击，就它现在变超大一片。你刚刚聊公演，我插不上，所以逃走了。然后结果现在话题又回来公演，哈哈。小心底，天哪！然后我这边也被那个，也撞到那个叫什么？麦克风，好严重，还好啦，只是它变，就是它扩大了，就是。挂着都没听，因为边就边跟他哦，辛苦了，没有跟你一起做餐厅，不然，对耶，我就是跟他一起作业。有擦药吗？这个不用擦药吧？淤青要擦什么药？一起逃走了，玉清不用擦药吧？玉清要擦药吗？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什么什么？还以为是拔罐。发现你们能一直讲话超过一小时，很厉害。我，你说我们大家吗？现在不是说不够笨笨的姑姑。晚上帮你，不要，你很讨厌呢。可是有时候我突然安静的时候，你们都会丢话题给我。
转了一小时十五分钟，喉咙就不舒服。是吗？可能因为我们是女生的关系吧，已经习惯平常聊天超过好多个小时。探头 ，Hello， 爱，好久不见。那俊男日讲话要练习啊，是吗？可能女生具备就女生天生就有具备这一项功能吧。现在起要放弃不救你，让你尬爆，不要，拜托，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景美那家医生那有好用的药膏，真的吗？是什么好用的药膏？我一直怀疑他到底吃饱没。化妆从开始化到快，没有，我刚刚中间吃了个饭，我吃完了。小时候一天三四个小时，现在一天讲十几个的。哦，对好，爱死死。对，老师真的是要一直讲课。那你们如果遇到不乖的学生怎么办？腿那么辛苦，我淤青涂得很快散。我每次淤青的时候，妈妈都会戳我的淤青。而且是那种趁我不注意的时候用力戳戳戳的，一定吃的不够。你画完马上就关播，揍他。睡意识，我回来了。推推是会散的。如果长得可爱的小孩，容忍度会比较。那如果是小男生的话呢？小男生的话，是不是就要去罚站了？妈妈做的对呀。我没有跟你们分享过一件事情，等一下，想到这个笑到流眼泪，怎么会这样？好坏哦，我好像跟你们分享过，就有一次妈妈当场，她睡觉电热毯忘记关，然后就不小心她的腿就有一点点烫伤这样。然后呢，回来之后我看他腿一条，就是一个纱布贴在这边。然后我以为他是可能就是要去推拿之类的，就是可能是去给人家按摩，再贴个那种沙龙 pass， 因为妈妈很常贴沙龙 pass。然后呢，我就说妈妈你怎么了？然后呢，我就很用力的压，我就讲，假如说是他的伤，我说妈妈你今天怎么了？然后呢，我就这样子摸他的伤口，然后结果他超痛，他痛到哭。然后我就超对不起他的，然后我的妈妈跟姐姐都骂我很白目。Hello， 玉晚上好，我看到正太爬我的展示车会辞职，看到萝莉都叫萝莉爬我自己的车，小男生还敢吵啊！坏女儿，十年前的狗狗算萝莉，你很凶哎、欸。不是啊，就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然后我后来也很对不起妈妈，因为那个真的那烫到真的很痛。你有刘海，什么意思？
小果果可以爬，那大果果呢？大果果就不行了吗？不要再欺负妈，我不会惹妈妈对不起。我没有画眉毛，不敢露额头，因为看起来很丑。但我还是今天想放下。今天漂了一下就美了，好险有美豆，太好了，恭喜你有美豆。大果果不行，板筋会凹掉。如果是大果果这么可爱的学生，还是会被我们？为什么？因为太坏了吗？不受教。究竟为什么？对啊，究竟是为什么呢？什么是 Mini Cooper？ 大果果做凹也无所谓，我就偏心，也有够皮。Hello， 切尔东，好久不见。Andy 好吗？学校都是没有像果果美的女生，当然啦、啊，因为我是特别的果果。现在画那么漂亮，等等又要卸妆，我可能会拍几张照再睡觉吧。都化妆了，对吧？尤加利。尤加利是什么味道啊？是香的吗？发现弄在水饺比较不贵的，没错没错。特别又特别天又皮的女生。你都给我发白眼，给我美图。好的好的，我努力，我努力生出来。好不容易画完妆，但是要出去几点了，该睡了。但其实你随便发我都觉得，谢谢你们帮我拍的照片也都很好看，谢谢你们每次都在外面帮我们拍好看的照片。为什么要画？因为不化妆不好看。我今天要关播了，才几点嗨起来，我已经开始想睡觉。最近真的很冷哎，大家要多穿一点，真的是冷到我快要吃小了。Soft blanket，nice。这梳子感觉哪里脏？哪
哪有蟑螂？我一点点我的头发就是。好不容易化妆关什么？好吧，那我不关了。最近天气很冷，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天气一变冷，真的是很讨厌，因为很容易头痛，真的会疯掉，会疯掉，你们知道吗？会疯掉，看那毛耶，是体毛啊，头毛啊，头发给我，不要，我怕被你们拿去做发，头发这种东西不可以随便给你们。只有今天，昨天也很冷啊，昨天也挺冷，它明天就回温了嘛。怎么都没剩什么几个口味了，这两天冷，明天又要回温，那太好。那因为每次突然变很冷，我真的是超级容易头超痛，不能去公园。对呀、啊，不能去，就不能去拍手手。白色的。好想要买小的是蜡烛哦，我还要买小杯子耶，做法浪费吗？我会吃掉那个我常用的一部分，我也是，对呀、啊，很困扰，对不对？每次只要身体跟大自然有呼应，对啊，怎么会这样呢？不是怎么会这样，就是。而且你知道每次头痛只要轻轻就是压一下，我真的现在这样就会有一点痛，大肩真的很可怕。有什么吗？每次只要天气冷就不想，每次只要天气冷我就不想起床，穿短袖薄外套就出门了，是怎么样？因为台南很热吗？开开玩笑。每次假如说想要买那种香氛东西，就是在网络上面买的，都很犹豫到底要买什么口味。我要先下了，好的好的，所以我今天请假，真的假的？晚安艾瑞克，我是不是要跟大家说晚安了？台南晚上16度，真羡慕。我也想要下播了，今天好懒，我今天脑子没有办法思考。主要是我想要趴在被窝里面追剧，16度羡慕个鬼，很舒服哎、欸，16度是很热吗？还是怎么样？天气冻上网课很辛苦，其他天有思考吗？你穿着一件短袖跟我说很冷，我是说在外面的时候，那就早点下播。Yankee 的蜡烛，对呀、啊，你们有推荐的味道吗？那个什么？他那个英文叫什么？我看看。噔噔噔噔，这个是什么东西呢？Soft blanket。是说你追哪？我追一个美剧，很好看，很久以前的美剧是《How I Met Your Mother》，可以缩起来休息啦。那个《追爱总动员》难得想下播，冷死啊！16度很冷哦，早点。我以为你要说很热，没有啦啦啦。我以为16度很热诶，不热吗？可是至少没有12度这么冷吧。哎呀、啊、粉红曲奇 Rainbow Cookie 听起来好好吃哦。
Midsummer Night， 仲夏之夜。Wedding Day， 海的味道是 Netflix， 对。Pink Sense， 夏天冷气都开26度。夏天冷气不是开24之类的吗？你的温度观念零分。我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来看一看，我找找看。还有 Lavender， 嗯，我没有看到哎，我看看啊。Cherry Blossom。哦，也是蛮那个。他买一下小小的箱，我要追剧哦，10点了。不行啊，不要乱买东西。但是我，哎，会不会是因为我现在在前面点了两个蜡烛，所以我很想睡觉，一直闻到那个味道，所以特别想睡觉。Baby powder， 啵啵，拜拜。德全还在吗？团宝宝还在吗？这是缺氧吗？是吗？追什么剧？追果果啦，都追啦。我没哭泣。算了，不要乱买好了。记得晚上睡觉。好的，好的。发生什么？没事没事，大家都那个还在呀、啊。团宝不是团宝，阿瑞克说他去顾侄子，在那边去追剧了。要洗米，好的好的，在学校我们都自己调20度之后，北极熊都在搞。嗯，谢谢团宝宝的玫瑰。听到点火还有点想睡，只要这个叙述觉得不太对啊，不是，我是说。闻到那个，你知道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谢谢小生的告白气球。小生每次公演的时候都带着那个扇子，就可以看到你了。期待四月，谢谢你们。好了，我要关播了，大家。Time to 关播。Time to。It's a lazy day。谢谢你们，我们来念排名吧。等一下。念排名吧，还没有，还没念排名。Time to say goodbye， 那我们来放一首歌吧。Don't leave me alone， just stay for the night。 I need you， I need you。 那首歌叫什么？找不到呢，找不到。Never mind， 来念排名吧。今天的第10名是樱桃，啊不是，板兔，谢谢板兔。第9名是朱里恩，谢谢朱里恩。第8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7名是柠檬，谢谢柠檬。第6名是耳机酱，谢谢耳机酱。第4名是啾啾，谢谢啾啾。第3名是黑流星，谢谢黑流星。第2名是小生，谢谢小生。
第一名是团宝宝，谢谢。是吗？是 time to say goodbye 啊。我想要听那个，我想要听他跟那个不是新的。跟什么啦？我不是第四啊！啊！我念什么？第四名是啾啾，对啊，第四啊是啾啾啊，你是第十啊，第十名，第十名。拜四见，拜四见。我放完这首就关。It's time to say goodbye. But don't leave me alone. Just stay for the night. I need you tonight.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Just stay for the night. 晚安啦，大家。柠檬晚安，玉晚安，月笑晚安，团宝宝晚安，板兔晚安 ，David 晚安，店长晚安，柠檬晚安，大剑晚安，小白兔晚安，小生晚安 ，John 晚安，阿翔晚安，樱桃猫晚安，黄鱼晚安 ，Simon 晚安，佳作晚安，店长晚安，小白兔晚安 ，Ice 晚安。德全晚安，大健晚安，幻影战士晚安，壮晚安，黑流星晚安，艾瑞克晚安，阿翔晚安，鳄鱼晚安，对呀，我要下了，马吉晚安。帮我跟 wave， 谁是 wave？ 晚饭没吃完，我吃完了啦。志祥晚安，大全晚安，阿弥陀佛，团宝宝晚安，晚安晚安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晚安大家，星期礼拜四见。拜四见，对，拜四见。又可以撸猫了，没错没错，拜四见啦！记得确认，好的，不会不会，拜四拜四，拜拜啦！记得洗头，好的，我不会洗头，床单记得换，我换好了呀，我的亲爱的妈妈帮我换的，要 peace out 了哟。Don't leave me alone. Just stay for the night. Okay, good night. 会有撸猫，会的。真可爱，谢谢。好啦，晚安啦，晚安晚安，大家快去睡觉哟。Good night. Three, two, one. Peace out.